南投县第65届掌管运动会对一个月四号开始，连续四天伫国立体育场顶场地闹热展开。伫咧今仔日的闭幕活动中，县府特别准备精彩的比赛回顾，并且表扬伫咧各项比赛当中成绩优秀的选手甲教练。借此鼓励大家伫咧比赛结束了后，民众会当继续来维持运动的好习惯，做回保持健康。健康国小独轮车表演，替南投县掌管运动会闭幕式精彩开场，连续四天35项竞赛，有超过13000人作会参与。官府嘛特别选在运动会的最后，播出今年度原来选手在全国运动会当中的精彩表现，并表扬每一位替南投县争取公认的选手和教练。空手道第一量级对打的金牌，接下来就是有一些国际赛，然后希望也可以在国际赛上面拿到前三名的成绩，对。然后最大目标就是目前是明年的亚运，算是第二年吧，所以对此就感觉比较很开心啊。对之后的目标会放在国际上。走力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可能就是比较暴力或是比较粗暴这种运动，可是事实上走力是。可以保护自己，也可以保护对手，这样子。本次冠军第一届采用国际田径协会制定的重点摄影计时系统，会当测量出上确实的成绩，提升运动素质，达到国际水准。另外，这届总共有一人一项破冠运动会纪录，两人两项破冠运会大会纪录，成果会当讲是相当袂歹。我们也希望说，借由这个运动会，除了培养我们公务人员的这一个运动的习惯之外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带领全县的一个乡亲哈，能够持续的做运动，然后健身，带领我们整个南投县哈迈向县长所标示的这个观光首都、健康、幸福、快乐的生活。这是我们的献歌。配合着南投县冠军降下会旗，并由县府秘书长洪水弟带领所有来宾，用着不甘的心情，做会将盛会白掉，结束今年度的全国运动会，并邀请大家明年再度来参加。记者陈启昌报道。